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白丁。对，最近的话，这几天会上传一下，就每天都会定时上传一下一个视频。刚好好久没做了，又把观众的一个评论嘛，我都组织了一下，然后这个排程也排好了。那接下来就你们想看的笔，我就一支一支去做了。那倒是发现你们那个口味吧，倒是重了不少啊。这一次这个是看到标题也知道了，那个新华的 G97 吧，好像是。然后这个你看，就我这个笔基本上拿回来那个盒子就不用看了，大家都刚刚应该有看到了。然后我包装都没拆，我每一次做笔的话，基本上都没有去那个提前打开包装，除非是说那支笔我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打开方式或者别的，那我才会打开。然后呢，这一次的这个笔哦，这个盒子吧，真的有应该叫脏吗？还是有点。哎，不过没事没事，好，那个先把它停了。好，那这次哎，它是这样子放着的，我先把这个哎，哦这边我怼错了，OK，哦这样子，然后新华啊，然后永啊还是永上海永生呢，好，然后这个，哦这个倒是好奇怪啊，这个。怎么用啊？这个，我这么一按，然后我想拿笔，那是必须要双手啊，不是，是必须要那个双手操作吗？那这样子，单手好像有点难了，这个单手。然后啊，这个我只能说你们那个口味太重了，这个都要来一回。然后上面的这个轮子的话，摸起来没有温度，然后。这个是那个模具的顶针，那能看到做工的话，其实感觉一般般。然后这个是一个塑料件，然后这里看一下啊，哦，两个这样子的件，同样出模，出完模以后吧，这个又是另外一个模具，然后这样子装起来。这里的话应该是，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到，我看起来像是那个胶水啊，哦，好像能。也能弄起来了，你看能弄起来，这个应该是或者肯定是了，下面也没有螺丝，那肯定是一个胶水的痕迹。那这个的话，真不知道该怎么讲呢。这种这么重口的笔，你说我量它这个什么？我量它这个尺寸也不对呀、啊，这真不知道怎么评论呢。哎呀，太感谢你们了，真的，141的一个总长，然后拔帽吧，拔帽吧，还是拔帽。这个的话123.91啊，好，然后先把这个给收下。我们一样来看一下它的这个重量吧，然后这个玩意我们先把它放一边吧。好，那个量一下这个吧，我这真没想到会有这种笔，我以为那个万宝龙149那个笔台就极限了哦，真的是哦，笔倒是挺轻的，13.4，倒是这个笔吧，拿起来这个手感倒是挺不错的，说实话，这个够粗，这个地方它挺粗的，然后你除非你握这里，然后或者握粗一点都可以，然后笔又刚好能架得住，那这个外观吧，如果我觉得用那个金属然后去车削嘛。我觉得手感或者等等的应该好很多，但是这个重量其实挺不错的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笔吧，这个是书法尖啊，貌似是书法尖笔，这个笔我不会用来书法尖的。哎呀，这个照样看一下吧，照样看一下吧，真的，哎，好，前面的这个伊利好像是有点歪吗？我不知道是不是哈，貌似看起来是有点那个，好像是有点歪耶。这个好像是尖，我这样子放好像直直的，但是那个伊利好像就是歪了一边这样子，不知道是不是我的一个错觉。然后这个是那个书法尖嘛，或者不是书法尖了，还是美工尖了？书法尖应该是指长刀的那种吧，美工尖是指这种弯一下的。
倒是这个真的有点弯哎，我估计我不会用了这个。然后这个对，都看一下吧。这个哈，细的话，我、哦、后面看好像比较明显的，好像整个就歪掉了。这个好吧，好吧，大概这样子吧。然后看一下怎么上膜。哎，又是这个我不太喜欢的吸膜器。然后这个笔的话，我们来看一下一个大小吧。那大家看完以后，一样的一个啊，直接拔帽吧。我觉得这个百利金的800啊，我的主力笔之一。然后200，再来一个万宝龙吧。其实我第一支的主力是那个威迪温的那个海运。万宝龙，你看我这真的是看到灌木窗的，也就证明了其实我没有上墨。我这支就单纯，这支现在更多的就是买回来吧，做视频然后拍一拍这样子对比。好，那这个就大概的，那能看到它尾部的这个地方，你看800其实也算是大笔了，虽然说还没到真的大，因为我的角度来讲的话，这14600叫正常，145叫小，然后那个149那种或者我平常用的爱成那些才叫大笔。然后呢，这个的话就应该是大笔的笔杆，然后这边这个魔性的尺寸吧，我只能说想到用魔性这个字来形容它了。然后再加上呢，它这个金色吧，我觉得怎么讲呢，这金色好像不知道镀的很，怎么讲，很黄，非常黄的一个金色，就是好像以前的那个金色都是这类金色了。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里面的一个笔杆，一个就 condition 一个情况吧。后面这一块啊，这个是那个脱模的那个点，这个地方。然后这里上面倒是没有看到什么黑点了，这个这下来了笔杆上面，看一下啊，这有个小白点。然后啊，这个地方就我觉得一般般了，因为这个地方的话你看它是那个分模线，这种通常叫分模线的话，一看的时候在这么明显的地方吧，它前面的这个轮子也是这个问题吧。如果这个是顶针的位置吧，如果是我会觉得哎，又看到这里一个瑕疵啊，然后应该要在这个地方才对，就是另外一个面，然后在一个能看到的面，然后看到这样子，我就觉得哎，好，这个好心酸了，就有点那种强迫症做饭的一个感觉。然后再下来了，我看一下，其他的哎，这个先扔一边。然后这个你看嘛，也有嘛，就是这些就是脱模或者是说这些东西嘛，你看这个它就很聪明的放在下面，然后这个是注塑的那个地方嘛，那我觉得就是有些地方应该要上下去倒过来，然后它这些就是完全没有看那个外观了，然后基本上就是管它的，直接给它做完再说。然后这个就放在外面，就没下面没看到，那这个就很表面了啊。这个地方差评，我觉得现在做笔这个都是一个常识，就是如果你是说搞一个品牌。好，然后再下来看一下这个按键笔，其实说实话我不是特别好，然后拉米2000的那个按键笔其实也外观上是不错，但写感上其实我更喜欢616的那个按键多一点，但是我平常是用民间笔比较多了。然后再下，其实我是最喜欢用这种就是按就是又硬的，然后金尖，但是用很硬的那种金尖，我是喜欢用这种。好，然后再下来应该就我感觉差不多了吧，更多的是一个尝试性的问题，就这些分模线等等的就放在不应该看到的一个位置。然后其他它这个重量其实还挺不错，然后架也能架得住，然后我拿起来的时候也挺 OK 的，其实没有说非常不好拿。再下来了，我看一下笔尖好像有点歪，然后不知道是不是属于那个美工尖了，因为我好久没用那种笔了，再加上我本身也不会用。好，那一个其他的应该就没有别的。哎，这里怎么会红掉了？这些是什么？你们看得到吗？不知道。就这种红的，是不是有点那个库存痕迹？我不知道是不是叫一个库存痕迹。反正就差不多这样吧。然后我们来一样上个墨书写一下。哎呀，没有那个没有墨，没事，这样。你们哎，
还没有吗？看来又得准备买一下那个新的墨水了。这么讲，那个我感觉我的墨水吧，都是那个4:4到没有，就4到没有墨。啊，可以了，这有加了一点，然后就可以，我就不加太多了。这支的话应该做完，然后怎么讲呢？指定就是。例行公事打路人工了，这支笔应该的一个结果也是这样子，因为都做了，应该争取这两个月看一下能不能突破一个200级。那能突破200级的话，应该就是都是一个突破200级。那你想这里多少笔？然后我试写一下吧，然后 OK。这基本上我这本就是国誉的这个本子嘛。里面就是那个拍视频试写的，然后就没有别的了，感觉。好，就照着上次那个来吧。这个是新华，咦，好像可以耶。这写感就是有点小恶心，但是不错耶，这个 G97， 但是挺粗的这个粗墨。然后这个，我以为是就是之前那个美工尖用的不习惯了，然后这个好像也是弯的，但是没有那种感觉，这种叫什么尖呢？然后再下来写一下吧。我写起来就是不用转笔，然后不像美工尖那个我不会控制，那个有时候一拉就拉得很粗啊。然后这个写感吧，就怎么讲呢？我压一下尖吧。这里是没有用力的，用力一下，差别不是很大。然后这个的话，像是哪一种感觉？618的那个顿挫感，然后的顿挫感的那个效果减少一点，然后再加一点滑感，那差不多是这样子。但是写起来的时候有点像那个反馈感，其实一般的，就是书写的时候，就是尖的那个写感是好，但是。写回来就是跟纸的一个接触，那个反馈感我觉得差了一点，那个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问题了。但这么看好像出锋还挺好出的。然后对，好像出锋挺好出的，就好像很随意，可以那个也是就能直接出锋了。然后再下来好像差不多这样子吧，写感倒挺不错的，比弹笔的那个好一点。然后笔尖什么的一个除了这个粗度以外吧，它出墨其实你看出墨也很节制，就是以这个粗细来讲我觉得挺节制的。然后再拿一个原子笔我来对比一下，看一下啊，这个是0.5的一个原子笔啊，因为我觉得要试那个粗细用这个最准，因为这个质量的确比钢笔稳定太多了。然后这个我感觉写字最好看的还是要用那种中性笔，用钢笔的确是可能我本身字也不行了，当然这个是自身的问题了。我这种小学生的字，然后能看到其实它比这个0.5的粗细那个还要再粗一点。但其实我眼睛看的时候吧，没有像现在镜头的那个，就你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的那么明显，会稍微的粗的，就怎么讲呢？粗细的效果不会那么明显，镜头里面是比较明显的。就我有几次特别回去看过一下。那但是肉眼当然也是能一下子就能分得出，这个是事实。好，那这个的话基本上就是这样子了。那整笔来讲的话，就是这个的话，这个先收一下吧。这个的话我觉得是这样子的，首先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说我这个笔一放上去的时候嘛，我现在这么放上去，
然后这个墨水这样子嘛，然后墨水会倒灌，我不知道时间久了会不会说它触摸不顺了，然后就是到时候又要搞一遍，就是你知道触摸不顺里面有毒嘛，就是，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它必须要我一只手拿，然后把这个笔给拔出来，这是一个问题，这个地方应该加重。造型上面来讲，这个见仁见智的，但是我个人会更喜欢那个149的那个笔台多一点。但是其实那个笔台我看过，你每次拿那个笔台嘛，它是这样子放着嘛，你每次都要这样子拿，其实还是怎么讲呢？还是说我这样子拿，还是我这样子拿一根笔，然后呢这里有个垫，我就那个比如说笔托我放在这，然后我一拿这样子，还是这种行为方式它是比较方便的。像这个的话就真的是看你喜不喜欢这个造型了，那倒是挺有意思的，难得做一遍这个这样子一种笔。那行，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了，有什么问题下面给我留言，我讲漏了麻烦帮我补充一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